大口的。Hello，Hello， 迟到的节日快乐，挨个小蛋糕。这是小鹿啊，这一期的颜值都超级好看，有没有？天哪！甜品也真的，有时候吃真的就吃个颜值。原来是道具不能吃的，我还在那可劲的咬啊咬。你看，怎么这么大个果？嗯？嗯？妈妈，那这个鸡蛋就得你吃了。嗯，好。好。那这你得它拿下来。你看，像流血了一样。哎，这上面珍珠能不能吃啊？没事，上面珍珠我吃掉，像糖那样子。哦，像糖哦。对。哦，好。吃的。我刚才吃的珍珠很好吃，我刚才吃珍珠。我的妈呀！你看你嘴巴。嗯，这珍珠拿下了，来先拿过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太恐怖了。啊！他是吃这个吧？快点吃头这点。我觉得节日就是讲究一个气氛，气氛过对了，这个节日过得就非常有意义。嗯，晚安。